赖皮皮，下来吧，没敌情了，过来吧，对吧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告诉你没敌情了，过来吧，快点，好，过来，过来，好，再逃，再逃，对吧？没敌情了，没敌情了，都走了，都走了，对吧？过来吧，一二三，蹦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对，蹦啊，好，瞅着点，瞅着点，到吧，对。及健身的主要场所，被誉为铁岭的母亲山，希望广大市民及游客珍惜它、爱护它、保护它，自觉地遵守龙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制定的各项保护管理制度。按照辽宁省人民政府的规定，龙山风景区于每年的10月1号开始进入防火戒严期，至次年5月31号结束。戒严期内，景区草木枯干，落叶成堆，气候干燥，正值大风季节，火险指数极高，一旦起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进入景区的市民和游客要严格遵守如下规定：一、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风景区。